不要担心，我只不想要定一些我们的生活规范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这很简单。首先呢，我就会请他写一张士兵信条贴在这里。对，那我想要睡前念一遍。刚好班长也在啊，班长你不是很喜欢考试吗？你在考他，考不过了不准睡觉。对，然后消假、关禁闭、打扫公共区域，很好。请市长要出来说话。哎，喂，你说过哦，请市长又不是风纪股长，黄曼丽。我记得你有呛过他。奇怪，我看一下你的胳膊，干嘛？奇怪，很正常，没有向外弯。哎呦，你们记性还蛮好的嘛。那是当然了。那不然现在考考你们士兵信条。我是一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兵。小声一点啦，这还真的给我念出来。好了。哎，你叫我们念，我们很听话的。什么时候这么听话？我们一直都是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。一定是，也是啊，海军陆战队永远。其实可能要谢谢排长。排长。也是啊。